经营状况不佳，已经处在濒临倒闭的边缘。换句话给大家讲，几百号人就要失去工作和饭碗。实在对不起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也不是没有机会。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个客户，如果能把这个客户谈下来， 公司的经营状况就会大为改观。可以给我试试看吗？你，韩总，有位搜索小姐要见您。 请进。 Hello， 坐。您大驾光临的，肯定是有正事儿吧？我来跟你谈笔交易。这是我们的商业计划书。不瞒你说，你们公司之前找过我，但据我了解，你们公司最近运营好像不是很好，所以综合考虑。 我还是不想冒这个风险。这个你做的还不错，。
喵，你家还是酒店？其实我这人嘛，很变态。我一般喜欢车震，不过最近不方便，我来大姨妈了，不好意思啊。OK。你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就算我脾气好，我也是有限度的，好不好？老实跟你说吧，一般对我没什么兴趣的男人呢，要么就是同性恋，要么就性无能。你是哪一种啊？是心理上有问题，还是生理上有问题啊？随便你怎么说，好吧，我怕你了，我还有事儿。你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就不走。既然你好奇心那么强，啊，上车。谢谢。今天感觉如何啊？我都快憋死了，我不想住在医院了。调皮，要听医生的话啊，乖。哎，这位是？我是他同事。哎，快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暗恋我，真的，狂追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所以我带到医院让你看看合不合格。哎，那你下次在追他的时候告诉我，算我一个，一块儿追啊！对对对，可别了，我受不了，这一个大姐就够，再来二姐弄死我，你们啊！他得了失败血病，而且已经晚期了。他知道吗？我一直瞒着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。你要爱他吧，我宁愿躺在病床上那个人是我。对不起，痴情了！我靠！我曾一度觉得这世界上的好男人都绝种了。来，为好男人喝一个，喝起来！就爱在逛街时穿比基尼，What's up？ 我就爱。
手指不同颜色 What's up 我就爱手机可比手机还大 What's up 你要不爽就脱光给我看 What the fuck Sexy Sexy 放松放松什么人啊？那个，你果然跟介绍人说的一样，人长得真美，而且简直就是人间极品。那个郭先生，哦，你也挺极品的。嗯，还是头一次这么人夸我。是这样，你看，啊，你这张照片好像跟你不太一样。嚯，这是我20年前的照片。哎，你看，现在风采依然吧。20年前的照片，对呀。那郭先生今年贵庚啊？既然咱俩见面，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啊。我今年40了。其实我吧，离了婚之后，我一个人带了仨孩子，所以说就造成这样了。衣服也是20年前的？衣服是，但肚子不是。郭先生。你离过婚，还有仨孩子，这越是这样的人，越有生活经历，越知道疼人啊。郭先生，你都可以当我爸了。嗯，我女儿比你小。来来来来，姐姐，您信掌纹这种东西吗？掌纹，那个还行吧。平时就是偶尔看着玩玩，不介意的话，我能看看您的手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姐姐，你的手长得可真美啊！谢谢。姐，不介意的话，我能看一下您的脚吗？你还会看脚？姐姐，你的脚的味道实在太美了。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我跟我爸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小春，你最好还是听听小琪的意见，他是真心实意给你选的这几个对象。你们女人啊，就得早点找自己的归属。这世界男人都被别人挑完了，哪还有你的呀？你说是不是，妹妹？是。哎呦，等会儿过来让哥看一眼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你怎么了？你看你这眼袋，昨天你是睡觉了吗，我的亲啊？看这 face， 敷眼膜了吗？你还想活吗？多为女人，你多可悲！这黑眼圈都赶上咱国宝了。这玩意儿拿着，这玩意儿可好使了。明儿直接让你从西直门奔到北极去，国宝变北极熊，看看美着呢。谢谢，小纯，
你再这么挑下去啊，你可真嫁不出去了。你一秘书凭什么管我家的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少在我爸面前演戏。你以为你是塑料袋啊？装啊装啊装啊装，你还以为你是皇上闺女啊？挑挑挑挑挑，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公共汽车说停就停说上就上？我告诉你，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，凭什么你？凭我是你妈。我们已经登记了。Happy birthday！ 天哪，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生日我当然知道了，送给你。谢谢。你过生日，我想好好的一个人陪着你，看着你。今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，你愿意陪我吃个饭吗？我从来都不过生日的，现在还好多事儿呢。那好吧，我问你吧。除了我之外，你还想跟谁一起过呢？谢你的晚餐。可是，其实我对你……你不要再说了 ，J， 你是艺人。我是经纪人，心里很清楚，经纪人和艺人是不能有感情纠纷的。我不清楚为什么不能，是否有感情就可以在一起？难道有错吗？你说的没错，以前我也这么认为，有感觉就可以在一起。但事实告诉我，有感觉有时候也是错的，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结果还是错的。我已经被伤过太多次了，我怕。那好吧，我理解你。以后我们就是工作上的朋友，不谈感情。谢谢你的理解。教训，教训呢？爸，你怎么了？宝贝儿啊，老爸的钱全让他在股市赔光了。谁？小七。凭我是你妈！我们已经登记了。全赔光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决定自己主动提出相亲。不行，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曲折，但你先别怀疑那结果。
想要幸福的资格，先明白生活不是完美华丽的烟火。幸福的阶梯，寻找飞行力气，它一直在那里。或许你不经意的转身，在你就要回心的快乐。